坐你车吗？感觉蛮新鲜的。哎，你说这坐车跟骑车的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啊。坐车呢，我能看见你，但是骑车你坐我后边，我就看不见你。还是坐车的感觉好啊。坐个车还有这么多的想法，哎。重点是我们现在是一起回家。谁让你住我家楼下呢？你看，一起吃晚餐，一起回家，哎，有这样的邻居可真好。改天我们把前一项也给补齐了吧？什么？看电影呀。老大，那个今天呢是刚好多了一张票，所以就叫了你。啊，我懂，就是多了一张票，然后小龙姐叫我一起来嘛，没理解错吧？没错。为什么会让我去看恐怖片？吓什么你？哎呀，干嘛呀？说好的爱情喜剧片呢？你整我？我哪整你啊？我是在帮你。那你说啊，你怎么帮我的？我训练你的胆量啊！当一个妈妈，胆子大很重要的。那你为什么突然爽约？哎，就是那个孙副总，他非要抓住我去开会，都害得我无法跟你们去看电影去了，真是哎。没打什么鬼主意吧？神经病。不过也没差，电影我就看了十分钟。十分钟？嗯。为什么？我害怕，还能有为什么？哎，真是小心，幸好我找了同担。啊？你找同担去干嘛去啊？我是故意让你们两个。我们俩干嘛？让你们两个专心的去看那个电影，然后回来演给我看呀。这种电影呢，你要是喜欢看的话，下次你自己去看好了。我不喜欢看，我不爱看，无聊，我去睡了。啊，千万不要做噩梦啊！准备睡了吗？已经在床上了。别害怕啊，今天电影没看完，不恐怖，不会做噩梦的。再卷被我整了一顿。他就是爱逗你。好了吗？要上学了。你要出门？是啊，我现在去奥斯汀开会。哦，那你就坐我的车好了，我刚好要送妹妹上学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司。我一起去公司，你不怕被同事说你闲话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正大光明的，没什么的。嗯，那你想想，我这么一大早啊。你开车送我回公司，那路上有多少机会碰到你的同事啊？那同事问起你，你们为什么一起来公司？那你怎么回答？那就实话实说了，就说你住我家，然后你要去奥斯顿，坐我的车。哦，也对啊。嗯。还可以直接说我们还有个女儿。啊。那怎么行啊？也是啊，到时候被人问起了，那就解释不清楚了。就说呀。
老爸，你也要出门吗？是啊，老爸今天开始就要上班了。那这样子好了，你还是坐我的车，到时候把妙妙送完，你就在公司附近下车就好了，那样就不会一起进公司了。那也行。嗯，老爸，那我们一起走吗？嗯，我们先送你上学，然后我们再上班，好吧？嗯、老爸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冷不冷啊你？啊？吃面，真的假的？当然啊，从你们吃面的样子，我就能看得到，你们在工作上面是以什么取胜的？是啊，来，说来听听。OK 哈，各位幻想一下，在你们面前哈、啊、有一碗顶级拉面啊，那个汤底浓郁啊，那个面条哇金黄金黄的，然后呢上面还盖着几片那个特别特别香的肉片，还有。再加上特别香浓的温泉蛋，啊，那你们想想哈，先吃哪一样哈？汤底、面条、鸡蛋，还有肉片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吃拉面，那当然先吃面条啊。果然是这样，对吧？那什么什么叫果然是这样？我最喜欢温泉蛋。哎，温泉蛋呢？好，面条哈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听讲啊，吃面条的人呢，就是啊，靠嘴巴取胜啊。能言善道，适应力特别强啊！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呢，死的都能给他说成活的。那温泉蛋呢？那这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呢？你去想想。夸你呢？是吧？快说我，快说我。温泉蛋是吧？温泉蛋呢，就是靠外表取胜啊！你外表看起来呢，要漂亮，要有气势。就算他心虚啊，肚子里面没什么墨水，但是也挺能骗人家，忽悠人家。呵呵，你这是先摸我的头，说我气场很强，然后倒打一耙，说我外强中干是吧？哎呀，很准。走开你，手拿开。孙副总，你也都听到了，你选什么呀？我就不选了吧。哎呀，选一个吧。选一个吧。选什么呀？顶级肉片，肉片，肉片，分析看看，这选择选啊！啊，选肉片的人呢，任何事情都能切中要点哈、啊，头脑清晰哈、啊，非常有观察力。说的太好了，我们这个孙副总啊，就是如此这般聪明伶俐，人中龙凤。对，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啊？太爱讲实话，对对对，真是哎，果然靠嘴吃饭。是。哎，小萌，你是不是也和副总一样选吃肉啊？我。他肯定是先喝汤的。为什么？知道。不会吧，小萌，你真的会选先喝汤？你和祖宗？我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林小萌呢在台湾留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我们是同学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每一次一吃面啊，他就第一时间先把那个汤喝完啊。实际上也是这样吗？吃饭的习惯应该差不多吧。哦，原来是旧相识啊。哎，那现在这几个问题都分析完了，左左就差喝汤了。喝汤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嗯、对呀、啊，说说。我拜托各位啊，嗯，就别叫我什么左总了啊，叫我再俊吧。再俊。左总，快说吧。先喝汤。喝汤的人嘛，就是一头牛。哎，牛，这个怎么是两个待遇啊？你这说我们副总就是有头脑。说这老同学就是一头牛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不好，没说完呢。啊，这头牛呢，就喜欢什么事情呢都要亲力亲为啊，什么事情呢，都不想假手于人，都不想希望别人帮忙，所以呢，有很多事情呢，他就自己傻傻的吃掉啊。所以麻烦各位亲爱的同事啊，哎，尽量照顾一下这位林小牛同学，好吧？啊，林小牛。哎，那我们接着说说，你就说了这肉片、温泉蛋还有面条汤，那我们还有吃葱花的呢，对吧？我还对啊，对啊。葱花，这问题好像没有葱花了。那你都。
啊，吃什么？对啊，上次吃的那个吃点面条去。啊，上次咱们吃那家。吃的意面。对，不是吃上次那家。你想蒙了？哎呀，你不用管他了，他在忙他的案子，不用管他了啊，他就是头牛。对啊，每次叫他吃饭，他都不会来的。走吧。嗯。哎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去叫他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用叫他，他有高级盒饭。喂，什么？吃饭了、啊。你没看到我在吃、啊，就是外卖，不是我家的，是郑磊，他每天都给我叫外卖吃。郑磊给你送饭啊？喂，那他为什么不给我送饭？那要问你自己啊。哦。不过呢，大部分都是便当店送，他只是偶尔给我送一下，还蛮好吃的。哎，先别吃了，别吃了，跟大家一起吃吃饭吧啊！不行，这便当怎么办啊？下午茶再吃啊。哎，我不习惯和他们一起吃。哎呀，你别老是自己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会有自闭症的，危险的啊！很多人都是这样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要跟大家过点群体的生活，跟大家拉近点距离。走吧，别看。交情就是这样啊，了解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暂不说你们这到底是有交情还没交情，反正啊，你们之间肯定是没默契。没默契，没默契，来吃。嗯，味道还不错哈、啊。嗯，这好吃啊，你赶紧吃吧，这，多吃点吧你。是我多吃点。哇，你能帮我传一下那个吗？是啊。是哪个？整个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这个豆子啊，来，哇，你们瘦了的。哎呀，吃饱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啊，哇，哇，天气真好，阳光真棒。啊，对了，我跟瑞贝卡去买模型。啊，我们等会儿回来。行，好吧，再见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想着待会和那个孙副总开会啊，我这头疼。头疼啊，我先喝咖啡。啊，嗯，见证有份吧？没问题，喂，你统计一下办公室有多少人吧，啊？嗯，我跟林海萌请客。我？哎呀，没问题啦。你看，在军这种好男人就是大方大度、大气。好了，别拍马了，我陪你去买。啊，好吧，行啊，走，老总，开门去了啊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啊。你这个人也太豪爽了吧！你请所有人喝咖啡，把我也给拉进去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在公司一天大概待多长时间？基本上是8个小时，如果加班的话就不一定了，是几个小时了。那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是不是比跟家人还要多？啊？这倒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办公室的氛围好一点，那你就会开心一点。啊，今天我请你，明天你请我，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就更好。是，说到社交生活，你头头是道。不过我想问你，刚刚人家问我们俩的交情，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，那么没默契啊？喂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
不过，这是我和大家第一次吃午饭，还挺不自在的。哎，你进了奥斯顿那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跟大家还是那么不熟啊你？我哪像你那么自来熟？不过我还是挺羡慕你的，一进公司就和大家都打成一片。我刚进奥斯顿的时候，因为我和陶然认识，所以比较受关注。接下来我又接了 CN 的案子，难免会惹人议论。我不想让大家说我是靠关系上位的，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，没有心思交朋友。所以说你就死脑筋了啊！人家要是这么想，你就要大大方方，你不能逃避，就告诉大家我不是靠关系的啊，要融入这个团队，跟各位打好关系。这样的话呢，人家才会帮你，才会对你消除敌意啊。可是我以为只要好好的工作，拿出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哎，你也没有学过太极，你没有听过什么叫四两拨千斤？我知道了，你现在不仅仅教我做一个好妈妈，还要让我当一个好同事，是吧？就你厉害。来，小龙，请大家喝咖啡啦！来，你拿啊！好，谢谢小龙，谢谢小龙，谢谢小龙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大家都拿到咖啡了吗？拿着了。谢谢小萌同学的咖啡。哦，谢谢。左先生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来奥斯顿呢是做设计师的，你要是喜欢讲笑话、做心理测验、搞关系什么的，我推荐你去春晚。做人嘛，别那么紧张，开心点啊！难道你希望你看到你的同事啊，每天愁眉苦脸？奥斯顿的同事本来工作都很开心啊，不需要你刻意营造。我觉得没有本事的人才会拉关系，啊，你这么做无可厚非了，但是最好不要带坏小萌 ，OK？ 哎，小萌跟同事关系搞好一点，他就会愉快一点，啊？哎，难道你希望他在公司里只有你一个朋友？在奥斯顿，只要工作好了，成绩突出了，就可以和任何人做朋友。这是我的公司，你要遵守我的准则。不要本末倒置了，工作第一，好吗？我向邱总承诺过，工作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得好。但工作以外的事，你要少操心了，好吧？你在吗？在里面啊。好，那我进去找他啊。嗨，郑磊，在忙吗？你自己做啊。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啊，看到一种茶，给你买了一盒，你喝喝看。哇，真的谢谢你了，谢谢。我是那个，上次店不是没看成吗？今天你补给我呗。啊不，上次不是你没时间吗？所以我就说下次嘛。但对啊，那就这次呗。不是，这次我不一定有空。哎，我电影票都买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我在电影院等你。走了，拜拜。喂。五爷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干嘛？在线叫的外卖到了。哦，谢谢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什么好吃啊？哎，那给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你一个人吃两份啊？不是。我看小萌在加班，我给她点的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好吧？哎，你，宁小萌，来，吃饭了，别再坐了。那边是我先下班了。好啊，拜。拜。
是不归的旅行。你还在啊？不见不散啊。喂，下班了啊，回家。我还要忙一会儿呢，要不你先走。我等你吧，啊，我坐你车回去。我们一起回去啊。没事，现在没人，没问题。呀，何大设计师没走呢？陶总。哦，陶总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陶总是担心他要在的话，大家都不敢下班，所以等大家走了，他才回来加班。原来陶总还挺体恤下属的。对啊，什么时候你正式成为我的下属呢？我也会体恤你的。来，小猫吃一点。哎，我吃不下了，我吃不下了。你长身体。刚刚在就为我准备的盒饭了，我都没有吃完。你吃一点吧，你再长身体。我真的吃不下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不吃，我一直拿着。真。来吧。我真的吃了。吃不下也得吃，给个面子。哎，傅总。啊。你们两个大男人围着人家小萌干什么呀？哥，我们都需要他呀。对啊。是吗？需要吗？你也太直白了吧！陶总需要小萌吃他买的宵夜，我呢就需要小萌啊，载我回去，我会坐他的顺风车。哦，那么为了不让小萌左右为难，我来帮帮你们吧。小萌呢，你就载载俊回家。那陶总，你的宵夜嘛，我来陪你吃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。你看，孙老师，许雷锋啊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，破坏了自己减肥大计啊！来吧，记着我这儿好。啊，你都不吃吗？我真不吃了，你多吃一点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啊！那个路上小心坏人。嗯，你也是啊。哎，走了。我说你还真有耐心。能等这么久，耐性是我的专长之一嘛。我这工作啊，免不了要埋伏蹲点的，在电影院等你也算轻松的了。说实话，我没打算来。我知道你没打算来，可能你都已经开车回家了。可一路上你想着，我肯定会死心塌地的等，你终究是不忍心，所以就来了。你这心理分析的还不错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来了，我就没白等。那你就那么确定我会来吗？你来不来我没把握，但有一件事我有把握。什么？你是一个不会轻易辜负别人的人。一年还有这么多天呢，今天看不成还有明天，明天看不成还有后天，后天看不成啊还有大后天，大后天看不成啊还有大大后天，大大后天看不成啊。喂喂喂，你是打算就这么说说到明年是吧？嗯，反正我们总有一天会看成的。回去吧。嗯，那晚安。晚安。
我们要不要对一下我们俩之间的故事，免得在同事前面露出什么马脚？有什么好对的？我就不要承认我住在你家就好了嘛。那怎么行？哪天要发生我说东你说西这种事情，他们不就看穿了吗？那也是。那行，那从哪开始啊？首先呢，我们两个是8年前的大学同学。我去台湾念书的时候认识的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那还要对什么？8年之后呢，我们完全都没有联络。啊，林小萌，这个也是事实啊。喂，你别浪费我的时间好吗？哎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，你来到了上海，一直住的都是你朋友家，我们两个之间完全都没有联络，根本就没有见过面。我们是在龙泰会议上突然碰见的，还吓了对方一大跳。然后呢？你看到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惊呼：“左下俊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帅？怎么还一点都没变啊？”但是等我看到你的时候呢，我就一脸茫然，看了你很久，想了很久很久，我在看这个脸上充满了岁月痕迹、被岁月洗礼的女人到底是哪位啊？一直想，一直想，然后就你就是那个谁，那个林什么萌来着？然后总之呢，我们就相认了，后来就成为奥斯顿的同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没有一眼看得出你，一直很生气，所以除了在办公室以外呢，在私底下也没怎么联系。啊，左编剧，继续编。是你让我编故事的呀，左在俊，我真的是挺傻的。8年前我就知道你特别爱捉弄我，8年之后你还是没有变，跟你这种人聊天完全是白搭。喂，干嘛去啊？不是编故事吗？喂，继续啊！喂，纸拿给我。放到我的办公桌上。好的。已经出门了。这是正在研究的资料，重点都写在上面了，你看一下。我说你这桌子快不够用了吧？是啊，不过每个资料都很有用，所以现在还不能收起来。我建议你还是理一下，万一有重要的资料摆在上面，就会找不见了。
在俊来了以后，发现你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哈。要不是在俊跟我说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原来的我一直愁着脸。心里悬着事儿，是很难轻松的起来吧？你母亲还好吧？还是老样子。我母亲是脑科医生，从小我就很崇拜她，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像她一样杰出的女性。没想到她得了早发性失智症，连自己的诊断书都不记得放在哪里了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他病情严重的时候，连自己的房间都找不见，最后只能睡在浴缸里。你跟女儿关系还好吗？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喊我妈妈，但是已经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了，算是好转的趋势吧。我就希望我母亲现在病情不要再恶化了，今天跟昨天一样就很好了。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也觉得你挺有距离感的。是因为我不爱笑？看到你不笑还是挺害怕的。白臭脸不一定是坏人。是我误会你了，多吃点吧。好吃。各位师傅，辛苦了啊！好，好，没事。好。哎，你看那边，这边都看过了，咱们顺楼梯到你那再看一看吧。啊，走吧。看来这进度呢还是可以的，在年底前呢全部竣工，应该没问题。过几天也没有放假，都在忙啊。你们辛苦了。看，这片楼梯的主体啊，在明年五一前全体竣工应该没问题。但是要达到设计图上的效果，相应的预算可能还要追加。基础工程啊，基本上都完工了，照这个进度呢。在明年雨季之前，主体工程能全完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啊。辛苦了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哟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？怎么样？厉不厉害？怎么样了你？可能是扭到了。要不去医院吧。缓一下，我缓一下就好。那你这样，你别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叫车去啊。行，谢谢。哎，来，我看看，来，给我，来。
疼吗？这疼吗？轻点。还好，骨头没伤到，就伤了点筋而已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啊，那怎么行啊？这里还有那么多工作，我不放心的。来，来这。盛副总，你要去什么地方呢？就穿适合的衣服，知道吗？啊！我今天说走就走，来的工地我又没准备。平时我工地来的比你多，我在这儿都可以跑的。爱情是不贵的。